当你微笑的时候，欢乐回到我身边，微笑拥抱世界。没有啦，我们是好朋友好兄妹。什么好兄妹？今天来炸下他的脚，故意穿了那种很高三寸的高跟鞋，这样子要把哥哥比下去啊，群心不良。平常明明只有这样子的、啊，今天为什么变这样？说，哥哥你自己平常，你讲，我刚跟你照相的时候，我们蹲一点。那你现在呢？就是吧，哎。We were strangers, starting out on a journey, never dreaming what we'd have to go.Now here we are, and I'm suddenly standing at the beginning with you. 我当然比较喜欢紫薇哥哥了。白月海已经当众对《还珠格格》强势了。就是啊。哎，选心如，选心如。哎，我也选我自己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闪烁的泪光？我也是这样子，擦擦就算了。常常都有泪光。啊，好朋友嘛，好朋友。真的只是好朋友。嗯。你们误会我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还要嫁人呢。这是粉丝，从小就认识。谢谢啊。气质来讲呢，有朋比较有书卷气，但是不是很熟就是了。我们差一点那个。我觉得因为认识太久了，对对对，我们还是要开咖啡厅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要在上海那个喝开咖啡厅，把双方的妈妈都弄过去，一个主办一个固定，可能会管蛮多的吧。像我这么爱跟朋友在一起的人，我想他可能会烦死。你说你跟他不太熟，他说的应该都不是真的，是没有跟我表白过啦，所以因为我喜欢你很久，我知道啊。朋友，男性朋友能排第几？男性朋友里面排第一。对啊，如果说我爱你，会不会爱我？会啊。说会啊，不错。你要说你爱我。说什么爱你哦？对啊。哦，爱你哦，好可爱哦。哎呀，大头哥哥。这是谁？这是我们希望我的爸爸长相这样。我觉得他在我面前是完全不比，我常说你以后把我当女人呢、啊，就是吃完饭之后就开始拿牙签，他就会杀我。就觉得大家还是比较珍惜这种难得的友情吧，因为在这圈子里面能够经过这么长时间还能够一直有，能够一直有联系，其实很不容易。嗯，我叫心，对，心怡然，对，月月。如果你们俩开一个餐厅，应该叫那一定要叫柳红爽。哎，谢谢您，应该是相识于为始。只要我开口的，他基本上都会放，真心的。安永章，可能啊，哪天我若嫁不掉的时候，我看他娶了你吧。你其实，谢谢你也是越来越 man 了。那是当然。在这个圈子里面，真的能够相交10年以上的朋友不容易。